人就是渐渐以旅游业都来代替。但是像这种一颗就是这种有装饰性的乌石灯泡，大概是200元到800元不等，就是一颗这样。那它其实很耗电，也耗成本。那但是它所能达到的那种美妙的感觉是 LED 灯所不能达到的。然后我想要用这样的，就是这个问题点，然后来就是用亚克力棒的圆棒来代替。那因为亚克力的特性是就是雾面的部分能挡光，然后经过观折之后，就是它可能会有像钨丝那样的就是美的样子。然后这是我的就是作品，然后上面是我希望是用水泥来制作灯座的部分，然后亚克力半球罩是当它的灯，然后就是我希望是在量产或者是真正生产产品的时候是没有中间那个边框，然后因为这是制作模型，所以就是会有那个用半圆球罩来合成的那个边框。那这个是就是也是我的模型，然后我是希望中间是用就是凹折的方式，然后绕成各种各式各样的样子，然后只要在水泥灯或装上就是一般的那种使用的 LED 灯，就是你不用特别去买特别的灯泡，然后来适应这个灯。然后这个是这个亮灯的样子，然后圆棒经过就是灯砂过后由灯传导至它的亚克力棒，然后因为亚克力棒的弯折，然后跟喷砂的样子，然后可以整个发亮。然后这是圆棒的细部，那这是我模型制作的物质。不好意思，它图片显示不出来，很报告到这边。你的模型在那边？对，在那边，在旁边。要先做个试管的，然后做一个胚，所以说你要先买到一个试管的，然后再把它出成一个蛋，不然会不一样。你马上不到现成的样子，不一样，样才可以。对对对，所以就先射出一个温度再出。要排一个时间，多少？两万块。有，我要想一想，然后离开始制作的时候。第一个你看表现不是不是我们市上很多人都出来啊，我对这些新竹有比较想要介绍，他现在做出来就是他现在外销到日本方面什么的，那个汽车的饲料啊，因为那个他就可以大概八点他告诉我他送我一样八点到大概比如说一个灯泡就八点到比如说整只量的像如果这样嘛，现在因为在外销在新竹做同学当然没有错，可见你常常去西餐餐厅用餐，那个情境的确不错。现在很多餐厅很喜欢用钨丝灯泡，这么这几年来都很喜欢用。你的原因是因为钨丝灯泡的损害烧耗快，所以说你的原始的构思是为了像灯泡，对不对？好，但是你必须要达到的情境，就正如刚刚讲说的，如果用挡光、用雾面的这个效果，大概比较困难。那现在市面上有刚刚讲的那个在做，现在外销在做很多汽车里面的饰条、亮条、灯条，那现在就有这些。做了一年多了，大概快销就比较后面。如果用上那个，我相信就更完美，而且可以变色，看一下可以变色素，而且只要一颗到两颗就够了。这边特别说明一下，就是说现在在你们的包括里面。没有提到，我就建议他。那一般来讲，我们设计当然就是这样，我们做几个样，我们做很多。但是如果要强调它的价值、构造的价值性跟商品化的可行性，其实可以再展开。我只在展开就是单纯的平面展开，可能比例大小啊，因为
你看过的很大，不像你看过的，因为这样看很大的都是动画版的一个那个思维。如果你可以在里面上做这样的表达，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女医师的技术上问题，是问题，可以再做那个造型的一个变化，甚至可以变成比较更商业化一点的啊发展。那对你的这个目标啊，想当有意思，如果要认购的话，迅速更好。就是说，你把手感舞步的感觉比较感性的部分，把它呈现在你的设计上，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那技术上其实已经不是，我觉得反而是外面的那个压颗粒会是成分比较多，里面搞不好会变成是刚刚那个先生建议的导光板。所以以我的理解，如果这个商品化要更成熟、更有手感、更有温度，它可能会有水泥、木头，或者是更手做工艺的部分，它含量更多一点。我觉得还有机会。虽然我感觉也很好，你的设计比较特别，是在没有水泥，应该可以啊。那个更造是周围的，好，那个构造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那用这种方式打光型玻璃的用线性的光玻璃系统，那我们先用压克力跟玻璃来比较的话，它的竞争应该是它的弹性最多可能变化，它不可能制作上更便宜，玻璃有更多的优点的部分啊，在这些动的那些啊，玻璃因素不同啊，